文化交流协会的跨年论坛到目前为止准备充分，我们可以今天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 ready。 那么我首先要感谢我们整个操办团队，没有大家愿意尽力过去两个月的筹备，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高朋满座精英汇聚，更没有大家的开心和欢乐的未来。因此我先这里我首先跟大家剧透一下哈，一个我觉得这次的主题非常鲜明，热点汇聚，我们这次围绕的房地产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块。那么第二块是未来经济发展，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王铁峰首席经济学家教授准备过来给我们做主题演讲，然后同时的话也汇聚金融，我们今年有Janet Liang，那么还有我们三届的主讲嘉宾曾静，也是中国银行驻加拿大分行的副行长啊。那么他几位嘉宾一起来跟我们分享金融这方面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还有我们未来的利率，那么对我们大家的经济生活应该来说是息息相关。那么为了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哈，让我们嘉宾分享，我们这次专门安排了3个小时的时间，让每一组的嘉宾给我们大家充分交流，那么会有很多非常好的热点问题，就刚才我们 Gary just said very hot topic and everyone's heard about and they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o share, share their visions, share their leadership, share their contribution, share their ideas, and that one will put us in a much better position to face the future challenge. Okay, this